谁反对？能坐上宝座的人，一定就能君临天下。只不过说明，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尺寸刚好的屁股吧。正在收集情报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声音在阴影中低吟，但很少人能听到。打一把萨克。全军出击！硝烟散尽时，就是群鸦盛宴。怎么老是这几个英雄来回玩啊？怎么的？那英雄联盟这些个英雄，当他们的眼前掠过自己的一生时，看腻味了呗，都不够你玩的了呗，这些英雄。怎么的，有个盒啊，反正我的话语比我亲手杀掉的人可多多了。干哈呢？真厉害，拿命来勾引我呗，太阳光了。幻想的罪名再说一遍。强大，有还不够吗？他们总希望我的手段能够公平一些。这沙头不够阳光啊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相比我们不了解的事物，谢谢被主播暗恋的帅波的阳光飞机，谢谢。我大可以把他们都杀了，但这比我向他们证明我的正确可残忍太多。换人了，换亚索了。如果任凭一个蠢货跌跌撞撞走在我前面，我就一无带人这个国家。这把我就想带一把不灭看看，我这乌鸦。
我们就一直推线，他的线他都处理不了。万事都有选择，真相意外。我深深的明白，决定总会在后。哎呀，真敢呐，我操，你下边再敢隐身过来我就把你杀了啊。真相还有五步之遥，而我大概领先十步吧。这不灭没啥用啊，还是征服者吧。不灭还得 A 人，给 EZ 点个信号。所有血迹，就杀他呗，那乐意。咱也不知道在那走位走什么玩意儿呢，这么喜欢走位吗？我生在贵族之家，战士。我们已经无敌了。透过他人恐惧的黑暗，我注视着一切。
沙克又跑中路去了，他到底要干啥呀？他不支线，他就跑去逛啥玩意儿了呢？ 我们家野去了。那你要再不管我，我可上高地了啊！准有点信号的亚索斯特利，他敢过来啊？我就让他沙克跟亚索一块来，他俩好使。 上高地。有人说有没有红？与他们对视。 这个卢仙，我直接用大杀他就可以了，我们就一直开大跟他贴贴，他就打不动我们。 好像平 A 他也打不过，<笑>不开大了。 行。一个只知道仇恨的孩子，却把爱当作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冷酷法则视而不见。我回家了。 我一记小平 A， 这个我确实很喜欢。
你我操！魔法在大地上流淌。听到他们在喊我的名字，死了，被我烫死了。不过这带个不灭血是挺多呀，先来个美甲窃魂卷。但很少人能听。哇，这牙锁挺厉害呀！我操！给我吧，杀头！下边来一波1v5，杀手干啥来了？我就会告诉你胜。你要干啥呀？你有钉吗？加血了，还不够吗？亚索给你亮牌，没事，我来波1v5。这亚索14级呀，等级挺高啊。真是挺快呀、啊！那亚索转头就跑了，我寻思他能上一下子，他也不上啊。等个十秒啊，等个十秒，得等一会儿。
等不及了，游戏结束了。